异常，然后来侦测出来，在什么样的区域、什么样的点，那个经纬度可能有一个二级的伪基地台在那里，我们会通报给那个电我们的那个电侦大队，刑侦电侦大队，让他了解这个事情。同时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APP， 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免费的下载，全国的民众不是只有我们客户都可以下载这个免费的一个侦测二基的伪基地台的这样 APP。你下载下来之后，就可以假设你现在手机不小心去连到伪二基的基地台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你现在已经连到那里去了，要小心这个事情。所以透过刚刚我这样的说明就是透过中华电信在用科技的手法来做这个识诈跟这个赌诈，我们确实有看到这样的成效。那从刚刚我跟大家报告的这个部分这个整个下降了，光简讯就下降99.75%那我们会继续的在刚刚会在精进因为我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谈的这个部分，我们对于现在各种科技的手法都日新的月异所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尺，魔要跟又会长，所以我们必须这个不遗余力的一直要来想出各种的方法那当然这个资讯要大家全民一起然后我们会做好这个帮客户、帮全国民众把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来做好这些事情以上说明，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